错岗再调，调这些移货量，这三条，咚咚咚，哦，咚咚咚丢，啊这打拢啊，有两尾三尾，我水呐，去打，哦，啊哦就窜，会窜嘛，啊打，啊。输太几分，哦，用上挑啊，非常有力，哎呀，哦，顿对顿，下灌啊，风强的感觉发的波，拉环拉环。打拢啊，有两尾三尾，手抓到了手，面进手，老干的死了，舞台没有了，做没做？做没做？有呀，蛮大条的这个，做没很条？啊，你看，做没很条？对啊，这么大条，漂亮。要右线，再把这门稳住。右线啊，给稳住。都发溜坡了。莫安了用。越表台木。发溜坡。越打了。哼，这出多专门带下两支，这脸蛋嘛穿越穿不好。
连咱们全部都没好。这玩意儿上冰箱。多少钱呢？两块多。两块多钱啊？五。多少钱呢？一样九万块。你喺比工厂里打油，他一样会，又求收我。星期六的清晨，啊，出来钓，发六波。花生，哎呦，苍蝇哦，花生哦，青豆，今天是7月30日，星期六的清晨，现在的时间快要6点。你袂做，你面，你推板面头面，他太容易乱进啦，乱做啦。对，听他的，哦，赞哦，赞哦。你面面对，你发牛骨安台妹，难怪俺有脸。我爱打咯，你打爱袂袂打你，袂讲你爱不你打，点点不你打，就袂上你啊，中央袂上。中央袂上。对呀。那小的叫做长江大坝，贵下破坏，你上海人全部去，对啊，我醉啦，去打，哦，就船，贵船嘛，哎呀，不过瘾，上船是多少两个人，不错的，很不错的，上船是多少两个人。我上了水面哈，伊就摸你嘞，好咧，要摸谁摸了呀？那又错又动，摸姜台，剪着两只，那姜台针，还能剪着两只，你姜台针，还剪两只，哎呦，塞。上半年啦，今年毕竟不是摸鱼摸打土的。拉宽。会做得的呐，你安用呢？你讲状态，等下，你等别打有下欠条，别打有下欠条。你等下好存。
迄大，伊要用啥？我出来洗碗项目啊！啊，去了山珍海味，你偶尔洗碗项目，不玩项目，电动还去。就细胞就转，细胞该酒不细胞酒，细胞酒了下就有行人转，转了不下有暗的，当然当然啦，就当然，那是你的钱嘛呀，当然，有行我夹啦，有慢慢的行啦，从阿婆咯，都有十分子啦，从跳过阿婆是阿姑家那种子啊，我那个很穷。因为钓鱼个，俺穷啊！因为钓鱼个，俺穷啊！哟，哎，呀，呀，咱风景都有不了了，对，哦，那个，哇，这盘，这红红的，亮晶晶的盘，来，聊聊。高波叔，高波叔，搿人弄啥？弄啥？哦，七点了，刚好七点。高我说，找不着。打的，打的。卡卡村啊，卡卡村。是安过，是干嘛个？是锁关那个，那个是锁关那个。哎，当官的丢锁关了。
超油也省，当然超油也省啊，超油便宜嘛。你咩？我说，我来你噶，我千吨哦，千吨哦，哎呀！啊，你喊油你喊啥？喊油你喊啥？我运动。那个兵马改都是喊油的，喊哦，相信的我，因为发六波。呀，三条。怎么钓了五三五？还有一路，新吨。啥子呢？呀，金石石，金石石。讲话拗就拗。
白花。白花。灰灰啊。吓死了！老三没吓死，吓死了！哎呦，吓死比发型好。你看，刚刚呼吸啊！哎呦，吓死了比发型呼吸。那我呼吸太累，别吓吓，小丫头。钉子多些，啊，你主动接，一下子就好。你手脚动接，这又不用点。对呀，那浪鱼快点溜溜嘛，哦，钓到活鱼。你起码当爽鱼嘛。那讲你按中央夹风眼后吸骨啊。心容易啊，有河豚也养得了。他讲人家天天弄河豚，我也觉得呀。我弄了干什么去？我没有发六波，发六波。你让我弄出来货了，阿达，人家为弄河豚做个玩意儿。一下子有力，你很有力哦，非常有力，哎呀，哦，蹲对蹲，下灌啊，风强的感觉发力波，拉环拉环，拉环拉环。双台卡刀，这卡刀两边上了，手改边上，手改边上。等下双台又买，哦，下款啊，搞到下个买九万多米吧，啊，吃台机货了没有啊？啊，吃台机货，哦。
用上挑啊。这三条都是猪。哦，哪些？梅花斑。今天是七月三十，星期六的清晨。永安渔港出港所垂钓的这些八寸鲳鱼号竹筏，在永安渔港出港垂钓这些花生、这干嘛、酒鸡了，这是酒鸡了，花生的巴龙竹夹鱼。都很大条，这九级的十级鱼啊，这石斑，这花钓这些，要准备要来杀一杀，放冰箱里面的。